国超夯爆款冰品，台湾价格亲民完胜韩国。香的里面玉米爆饼，但是他们价钱有一点贵了，700块。700，我都吃牛排了。我淘气小姐，一碗里面有三个水蜜桃，对，超过600块，因为买了两个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很划算，因为你买这个两个啊，李秀还吃不到一个玉米冰。对，千万不要忘记哦，今天晚上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